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肯离开这个世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个心爱之人还在这世上。我的心上人是个勇敢的金枝玉叶的贵人，他救过我的命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仰望着他，但我更想追上他，为他成为更好更强的人。虽然他可能都不太记得我，我们甚至没有说过几句话。我想保护他。如果你的梦想是拯救苍生，